挑战专家的权威。职业的升迁呢，性别是一个很大的因素。没有一个人支持，因为这边都是男生啊。很多美式足球员，他们如果强力的撞击，年老以后都会有一些头脑上的疾病。考验最贴地的日常之外，如果你是善于理财的人，你应该是会比较有生活上是有纪律的人。对，知道我没存钱了吧？台湾金钟奖综艺节目全民星攻略，星期一晚9点，Now Jelly紫金国际台。